大家好，我是一等李全安，请大家支持我首支国语歌《霸道总裁霸道总裁作曲咧，由 Edwin 作，编曲都系啦，作词 Edwin 做，小吹啦，监制都系 Edwin 嘅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一直都好想做霸道总裁嘅角色啦。个歌词就系讲点样去对一个女仔啊，点样去好霸道咁样去为你好，对你好啊，即系霸道系生嘅温柔啊。咁所以我觉得系好正嘅份词。录音嘅时候嘅时间，其实同广东话反而差唔多。由细到大好中意听台湾歌啊、国语歌嘅，咁所以个发音同埋唱上去反而都冇影响到个时序嘅。比较难咧就系因为今次佢一首比较有少少 R&B 有少少轻快嘅曲风啦，咁可能要去捉摸嗰种要唱得嚟又有少少轻松、有少少 laid back 嘅感觉有啲困难，可能系反而 chorus 嗰啲节奏感嘅可能系比较难少少嘅。咁點解呢個時候會出首國語跳唱歌呢？因為演唱會之前就想出多啲歌啦，呢首 demo 就一聽就覺得，好正喎，好舒服，好聽喎。咁同埋佢本身 demo 就係國語咧，咁所以就不如今次試下就直接去呢個方向啦，都未試過，所以就有呢件事發生啦。個 MV 咧暫時係冇嘅，因為演唱會前都實在太忙碌啦，咁所以未有時間去拍 MV。咁但係都希望喺演唱會前出到首歌，咁大家聽，起碼聽熟少少，咁去到現場睇我表演呢首歌嘅時候都可以投入啲啦。演唱会筹备情况，暂时个进度我觉得都合格嘅，所以都差唔多定好晒。咁而家都系其实喺度 rehearsal 啊，喺度练习啊，更加圆满佢啦。咁就希望可以带到一个好好嘅演唱会俾大家睇，睇到好多唔同嘅嘢。